大家好，我是2014中国环球小姐胡艳良。我有非常广泛的兴趣爱好，我喜欢唱歌和跳舞，我曾经还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，我也喜欢充满节奏感的打击乐，比如架子鼓。我非常热爱体育运动，因为我身高比较高，所以排球和击剑我都非常喜欢。我还会跟我的外婆一起练习太极拳，这样会让我的心平静下来，享受一种慢生活。我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，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。